哇，这也太肥了。姐姐，看你吃个大肥蚝，这也太过瘾了吧！这么肥的生蚝给几斤啊？给你6斤。我还是你的粉丝哟。拿8斤。我给你点小红心加关注了。真的假的，哥？那10斤啊？怎么去购买呀？就这样回复啊！点击左下角，正在直播中啊！咱家，您看到是什么样的，收到货吧就什么样的啊！像这样肥的生蚝，1斤称3只左右，冷水下锅煮，水开最多2分钟。煮完这个生蚝的话，来点这个蘸料吃啊，特别的鲜美啊！就这样肥的生蚝，你能吃几只啊？就好这一口啊！嗯，这就给你们发货的生蚝，这样的生蚝1斤称3只左右啊，冷水下锅煮，水开最多2分钟，煮出来的话，这个生蚝啊，来点这个蒜蓉的小蘸料，就这样肥肉啊。姐姐，看你吃的大肥蚝，这也太过瘾了，人家这个大的肥蚝呀，给几斤啊？给你8斤。我可是你家的粉丝哟。真的假的，哥？嗯，那10斤啊，看一下这样肥的生蚝。谁说永远买不到咱手中的生蚝？你在咱家看到是什么样的，收到货了就什么样的。就这样的生蚝，1斤称3只左右。想吃这么肥美的生蚝？冷水下锅煮啊，水开最多2分钟，就这样肥的生蚝。